天都在一块玩呢。还有一个饭团也好，我一个还有一个徐立明还是理发店那种，那我觉得都在一起玩的。反正不知道，那我说我几个朋友嘛，他们几个我四个人在一起玩，你想他三个都不让来玩了，再说三个。妈妈，还有什么没考的吗？那个说，就那些。出来嘛，手机反正又是我们，又是我们去那个，就是玩好像一起玩。全跟他学校说的，我把他们看清楚了。你上开北迁，北迁，北迁上地了。北迁的话，咱就是看北迁比较近的地方，对吧？近的地方。他心甘情愿。来，首先，来，赶紧的，问我辟谣，快点啊！是我强迫你的吗？你说一下，自愿的是吧？好好人不当，他非得当狗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他妈傻哦！那他就是这种傻狗，怎么办呢？他妈就怨不得别人了。那是不是？那他自己愿意。